就连接到今晚的内容，沙门该做的事，第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，沙门不害他人，沙门不会对谁造成伤害。各位大德，就像法圣师父啊，谁都很想靠近大师父，连小朋友也很喜欢的，大叔也喜欢小朋友，来看一下。ใดที่ยกมาไม่มีคำพูดจาร้อยเรียงเสียงใดใดมีแต่ใจ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ไม่มีคำประพันธ์ไพเราะซึ้งใจมีแต่เสียงทุ่มดังในใจ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ใครคนหนึ่งได้ยิน是大师父生生世世的喜性啊，就很喜欢教导小朋友，因为认为小朋友是国家未来的栋梁，尤其是佛教未来的栋梁，各位大德。所以大师父很重视青少年小朋友的道德教育，让他们有修行正德法身，让他们体悟到内在的法。大师父从小就给他们从小学习静坐，有些小朋友打坐得很好啊，各位大德。正德法身，能去验证佛法，去学习法身法门也有。沙门不会对谁造成伤害，对方也会感到我们的慈悲，我们的爱心啊，小朋友们也会感觉到大师父或者是每位师父对他们的慈悲，对他们有爱心。不只是人啊，连动物也会啊，各位的对不起，连动物也会，各位大德。就像这位长老，这位长老在曼谷，不是在曼谷，是在茶城烧那边呢。他去放生，去屠宰场救了一头母牛，因为母牛救回来后啊，生了这个小牛，不过母牛过后就死亡，过不久就死亡，所以小牛呢就感觉这位师父如同他的母亲一样啊，真的是爱上了这位师父。来看一下啊，蛮可爱的。不管这位师父走到哪儿，牛都跟着，小牛都跟着走啊，所以到寺院来都是觉得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就拍照，然后来饲养这头小牛啊，所以这所寺院也经常放生，救牛啊的生命，到屠宰场去买出来。放生，这也是告诉我们说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啊，都有感情啊，各位。当我们爱他，他也会感觉到。师父，这位师父，用芭蕉养牛。平常牛是吃草吗？就是吃芭蕉。好。第二个沙门该做的事呢，不会以钱财为重，有知足心啊，各位。就像这段时间，很多疫情期间呢，很多道场都是救灾、救护
受到疫情影响的很多家庭，到医院，到很多地方去救护啊，各位，在社会很多很多随喜功德，洒脱，就是非常好，表示生存呢、啊，要回馈社会。各位大德来看一下啊，法身是回馈社会。这段时间应该是去救灾啊，有淹水啊，我里面有剪接出来，所以我们看不到的另一面就是法身是除了经常办法会，也是每天呢、啊、有去救人呐、啊，救护需要的人，需要的单位，需要的医院、学校等等等等，也是获得各位的支持啊！全球大众护持法身寺，法身寺也是把这那笔钱分一部分去救灾、救护困苦的人呢、啊，随喜功德，洒脱。第三。沙门呐、啊，必勤修圣人之道。圣人之道有实相啊，各位。出家人，每一天该做的有实相。第一是托钵，每天要托钵，出门托钵化缘。或者第二，扫地，在室内要扫地。抹地、扫地、清洁的工作是每位法师必要做的事。第三，忏悔，也要每天忏悔，因为227条戒，如果不注意啊，就容易犯，有意或者无意也好啊，就诵完经，早课晚课就忏悔，互相忏悔。
第四诵经静坐，每天做早课晚课跟静坐。第五四是醒思啊，要使用袈裟，要吃饭之前，或者是要使用床或者坐垫，药物都要醒思，这些东西是为了让我身体健康，有了体力去修行，要醒思。第六服侍老师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跟老师一起吃饭，就服务倒水很好啊，照顾长老，服侍长老，服侍老师很好。当我们服侍长老，服侍老师后，老师就会教导我们佛法，很好。照顾身体与生具自己八件生具跟身体要照顾好，哪些食物不该吃，对身体不好，要懂得观察，让身体健康懂得拉筋运动等等，还有要照顾好自己的生具，个人的生具才能用得久一点。第八，学习佛法，每天学习佛法。龙屁也感恩各位让龙屁有机会每天学习佛法，然后把它整理是经过学习思考整理后，就来跟各位分享学习功德，洒脱很好。第九，勤于法务当有室内有法务，就不要推测，这不要推卸责任因为法务在身，尤其是团体的法务，要勤于这些法务，生团的法务最后要懂得自我教导这是最最重要的自我教导，就是比丘们每一天要做的十项功课法师们有十项功课每天要做。最后法师们沙门要努力静坐，勤于静坐，为了去除内心的烦恼。人人都有烦恼，不过法师们呢不用工作赚钱，就比较有时间静坐修行这样的话才自己获得利益也可以利他利己，自利利他好，我们记得吗法身是短期出街活动是几时各位下个月开始下个月几号，下个月初到明年2月6号有短期出家活动各位打电话了吗？通知我们认识的泰国人可以打电话给到法身寺0288311234对，12月1号到明年2月6号，听一首歌。เทวาสาธุการกึกก้องปกป้อง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ด้วยสามัคคีพุทธศาสตร์คู่แผ่นดินนี้ศีลธรรมของชนชาติไทย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คู่คนไทยคือนักสู้ลูกผู้ชายคือหัวใจที่มั่นคงคือหมื่นคนตั้งมั่นจิตจำนงสืบทอดพระศาสนาบวชได้ด้วยแรงกล้าบวชใจให้ยั่งยืนนำพาศีลธรรมให้กลับคืนเทพเช่นดวงตะวันธรรมเ
免费出家，不过我们是护法居士哦，我们懂是有费用的。有各位不方便出家，就护持短期出家，然后男生啊，就来出家好吗？互补相成，好，随喜功德。